安看这样，你带一票人从右面进去，刘二，哎，你带一票人从左边进去，啊，俺走中间。这次，又彻底的灭了宁安寨这帮刁民，弄死他。嗯，四儿，再留下几个兄弟守住大门口啊，防止他们的残兵败将，狗急跳墙啊！好的，老爷，俺知道了。 Come on!